家好，欢迎你在这个时刻打开这个频率收听我们为您主持的生活万花筒，我是主持人小杰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小董。哎，小董，夏天到了，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啊，有一种蒸笼的感觉。费总开给你待遇你满意吗？挺好的。那个公寓安排在哪儿？东直门。东直门不会是总部啊？比我给你待遇好。对啊，所以我才去啊。到了北京啊，一切从头开始，记得察言观色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职场嘛，小人多，自己还是多注意。在我上海入职的第一天第一课你就已经交给我了，不是吗？还在记仇？我没有记仇，忘了，全部都忘了。你对我的好我也不会记得的。他在高速行驶当中呢，跟地面会摩擦的温度会很高，如果这个时候往上泼凉水的话呢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是想提醒你一下，我知道你很费天南，可是呢，在身边还是多听他说的话，别自作主张，小心谨慎一点。你确定你刚才说的是这句吗？刚才那句比较短。我刚才是说机会这么好，快去吧。你常用的药，我在你平时用的包里、抽屉里都放了一罐，自己保重。您好。我叫乔安。高。
最近这 Miss Pan 啊，反响都还不错的。这篇啊，这篇已经上了微博热搜的排行榜喽。真的？当然了。我还没上过热搜呢。哎，这么说，我是不是要红了？我可以披上那个国旗跑一圈了。你以为你是奥运冠军了？陆总。忘掉了。心情不好啊，咖啡都喝速溶了。说你太精明，一句话都不想多说。哎，我要是被人挖走了，他也一定会像现在这样那么失落的。切，以为你是乔安啊？哎，你翻翻翻，找半天了，在哪呢？给我看看那个热搜。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哎，对，学长，双痴女讲述自己悲惨生活引热议，转发都2万多条了。你再看这个。房地产大亨江震天病危遗书公布，家族内讧。哎，这个江震天怎么觉得那么耳熟呢？哎呀，这些老一辈的企业家都要什么江震天、胡震天，我还威震天嘞。大黄蜂呢？他擎天柱呢？哎，搜一下，江震天的儿子也太帅了吧！啊，帅哥呀、啊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哎，不是我的菜了啦。懂啥呀？肝硬化，哎，肯定是喝酒喝的。你们说多可怜，这么大的老板还需要出去喝酒应酬，还肝硬化哦。哎，最气人的是，你看他那些家人啊，他的这帮家人都不知道要照顾他的身体，现在讲什么要争夺他的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江齐飞。请问江齐飞来过吗？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江齐飞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要喝酒，你们干什么？江齐飞，别管我！江齐飞，干嘛喝成这样了呀？啊！你好，王伟来，走吧走吧，回家吧。你好，你是谁啊？当然也知道我是谁呢吗？你是他朋友吧？那拜托您了啊！快点拍他，明天让他看看。快点。我要去喝酒。我啊，我要喝酒。齐飞，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有压力，你要凡事往好处去想。你看看那边那个楼上多少个窗户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你呢？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吗？你要干嘛呀？你知道吗？你说的那一切都不是我选的。如果我能选的话，我希望我爸妈爱我。我希望接触我的人都喜欢江齐飞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因为我爸病危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那么多亲戚。我要是没有跑车，你以为那些姑娘会喜欢我吗？这种感觉呢，你真的是体会不到。你知道吗？我活得特别没有存在感，他们都不需要我，我他妈就是一个活动提款机。有一天我没钱了，那我跟街上的臭狗屎还有什么分别？不会的，这点你一点都不用担心。哎，你先坐那儿，你坐那儿。
我需要你啊！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不也没拍广州吗？啊，你跟那帮小屁孩一起拿着可乐呲我，还记得吗？呲我一条粉干抹的裙子都废了。我向你暗示过很多回，我说我喜欢你，你都视而不见。那我也喜欢你。我在你们家看到的姑娘，那都赶上一本花花公子了。那我也喜欢你。虽然说你这个人身上我实在看不出什么优点来啊，除了有点钱也没什么卓尔不群。人品上的优点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就算你像你刚才说的，你就是一坨臭狗屎了，那你也会遇到一个屎壳郎，不远万里的过来找到你，然后把你视为宝贝，再不远万里的把你滚回家，一路上细心的呵护你。就算你不喜欢我，那也没关系的，齐飞，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，你喜欢她，她也喜欢你。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美好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就真的会拥有的。等你遇到那个姑娘以后，你们两人就会过上那种平淡无聊，却又非常非常幸福。这是你之前备好的还是临场发挥啊？我没想过呀，你问我才跟你说这些的。你干嘛呀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害怕，我特别害怕我爸死了。这比害怕什么破产、害怕去见亲戚朋友、比害怕一切东西都要害怕。如果我爸就这么走了，那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滚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啊，我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，别哭了。你放心吧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齐飞都有我陪着你呢。我累了。啊，那我带你回家吧。那你能别摸我头了吗？可是是你在抱着我。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懂先撒手的人才能赢的道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我关键下您先走。好。来。怎么样？这两天还能适应吗？都是工作，一定要尽快习惯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告诉我，别吝啬。好，一定会。好。啊，我出去吃个饭，下午那个主管会议，你替我安排。几点钟你再告诉我。嗯。还有啊，那个外运项目跟紧一点。好。好。哎。这个慢走。嗨 ，Maggie。嗯，费总今天下午要开会。你确认一下各个部门领导都在吗？嗯，不用了，
我自己亲自通知就行。好，小姐。嗯，拜。Good morning. Morning. 怎么样，在北京还习惯吗？很好啊，以后还希望 Steven 经理可以多多关照。关照不敢当，乔小姐的才华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啊，俗话说，浅滩搁不下大鱼，活在上海对你的关照可比不上陆总。Steven 经理真是说笑了，您有什么需要帮的忙，尽管开口。看你适应能力挺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桌上有30份文件，你去帮我复印了。按我平板电脑备忘录里的地址，发20份快递，另外10份送给各部门主任，每人1份。好，我让秘书去记一下。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乔小姐，难道你不是秘书？董事长秘书也是秘书。董事长不在的时候，你帮其他秘书分担一点工作，这是分内之事吧？抱歉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知人善任，那是我们奥里斯进步飞快重要原因之一啊。我希望我们各位主任擦亮你们的眼睛啊，发现有什么好苗子的话，就不惜一切把它给争取过来。我相信我们奥里斯一定能够提供他一个很好的施展平台。费董说的对，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，希望大家都谨记费董说的这番话，继续捍卫我们在广告界帝国的地位。费董，乔小姐刚从上海调过来，她的案例是名声在外，我们部门最近在宣传上遇到了瓶颈，不知道乔小姐是否愿意帮忙？非常愿意，小郎。我刚刚来到总部，所以对这边的工作也应该要尽快熟悉起来才对。很好。看来乔小姐还是不理解董事长秘书这个职位。在奥里斯，所有公司的董秘都是不方便跟案子的。是这样吗？我觉得。我明白，你是第一次做这个职位，我很理解，但这是基本常识。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我一直都让你挺失望的，你在昏迷之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滚。爸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我当然知道你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要的东西不一样，我要的是跟您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其实我什么都懂，我是不可能让自己迷失，让自己荒度一生。可是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你跟我妈在我小的时候，除了打骂、苛责、责备我，连一次好好谈话的机会都没给过我。
定好了吗？什么时候到？谢谢啊。你听好了，赶紧给我醒过来。总有一天，我江启飞会成为你这个老东西的骄傲。你好，我帮你问了，江启飞一大早就走了。我问遍了他所有的朋友，才知道江启飞不打招呼的去了泰国。离别再次突袭了我，我又变成一无所有的你好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相信了平行世界。我希望自己在这个空间失去的一切，在另一个空间的你好全部都拥有。我希望在平行空间，我不再是江齐飞感情的旁观者，而他呢，没有遇见我，也从不离开我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财务资料我会一式两份送到你办公室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下午见，拜。Steven 经理找我有何贵干呢？不要那么辛苦，会累坏自己的。一起吃个饭。如果你是要请我吃饭的话，那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，心里还别扭啊？初到北京总部，如果我不摆你两道，肯定还会有别人。别人可就不知道会怎么对付你了。我倒宁愿是我。Steven 经理真是太用心了，对我太客气了。你还年轻，很多职场上的东西你也都不了解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工作了。下班以后我请你吃饭。我虽然年轻，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很清楚的。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 Steven 经理的丰功伟绩，我也是。所以请你不用费心了，我减肥，晚饭不吃。OK，
么？很惊讶吗？这是我和前任董秘的一个小秘密。都说是前任了，就请你把这都带走，重新找个窝点。我可没这个打算，我是来和你交换的。交换什么？秘密。林小姐，我们不要兜圈子。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好奇你的亲生爸爸在哪儿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连圣经里都说人生下来就会带着原罪，活着就是为了赎罪，更何况乔小姐你的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秘密，想瞒天过海谈何容易。我没有想要瞒天过海，如果我要瞒天过海，今天就不会坐在这跟你聊这个。我就是想靠自己的实力重新打拼，不行吗？哦，重新打拼，乔小姐，你的目的我可是很清楚啊。换了谁，一夜之间从锦衣玉食的小公主变成一无所有的灰姑娘，我想他们的心情都和你一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，不是换了谁都能像你一样卧薪尝胆，辛辛苦苦地接近目标。你爸爸当年在广告界以心狠手辣称霸，你做得很好，不愧是林天海的女儿。你太高估我了。高估？我反而觉得我自己还低估了你。如果我高估你，就不会轻易让你来北京。哎，有事情我会直接跟你说。不过无论怎样，我都非常欣赏你，这才是你最大的光环，而不是林家小姐这一段历史。你以为我很在意这个称呼吗？如果你不在意的话，何必这么辛苦到现在呢？人尽其才，哇，是多美妙的事情。不瞒你说，其实奥里斯现在暗流涌动，大多数人还蒙在鼓里。所以 Steven 经理的意思是，奥里斯的未来你已经很清楚了，是吗？以林小姐的本事，我只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要懂得如何站队。如果你肯帮我的话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以我的聪明才智，我分不出来谁输谁赢。如果我帮你，第一个死的就是我。我知道你不信任我，所以我也不需要给你更多的建议，我们有话直说。到时候我把分我的股份5%给你。你持股的5%，你持不持得到股还是个问题呢。不要来跟我提这些小恩小惠。那么我说句难听的，你跟陆远扬到现在，他给你什么了？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都靠自己。而最后一步也不是非你不可，我可不像你爸爸，你爸蠢得连方案二都没有。我看得起你，因为我觉得你聪明。我不想你被任何人摆布。他已经不是我父亲了，从我改名叫乔安那天起，我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如果你调查我调查得这么清楚，不会这个都不知道。我真的很替你遗憾，现在是你离你的愿望最近的时刻了，扳倒废统，你大概在梦里都想过无数次了吧？很抱歉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做梦的。好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不用急着答复我。不过，
这算不算交换秘密？没什么好考虑的，费总那边我不会告诉他，所以好自为之。喂，你在忙吗？说。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公司有点不对劲？我现在没有时间，过两天再给你电话。哎，等等，我只想跟你说，你最近要小心公司的人事变动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想让你小心一下。好，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情况进展的怎么样？奥利斯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随时可以做动作，就等你们的信号了。这么快？哎呀，看来史蒂文的手段真够利索的啊。其他的我不敢保证，我在奥利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这些事情是小意思。要不是费天南那个老头暴殄天物不识人才，算了，不说了。有些事情啊，看开一些啊。咱们生意人呢，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个意思？咱们要合作，要赚大钱。只要把你手上的那些人脉和信息跟我们分享，我们之前答应的承诺一定会给到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不如直接谈分成吧。史蒂文经理觉得自己能拿多少个百分点？我们想听听你的建议。你们都知道，现在已经是一个知识经济了，全公司的人才精英都在我手里。你说，我值多少百分点？哎，史蒂文，这个职业前景没办法量化。据我们了解，你在奥里斯公司当上董事长的几率呢，几乎为零。那毕竟是。费天南的家族公司，他怎么会把他让给别人呢？就算我当不了董事长，但是我一走，费天南的江山还能做得下去吗？中流砥柱都跟我走了，谁替他卖命？你就这么自信，奥里斯所有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都愿意跟你走？我这么多年不是白干的，他们哪一个没有吃过我好处？可你们说，现在公司财务部都在我掌控之中，每个季度的财务报表都要经我手。斯蒂文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太轻敌了，费天南连那个都看不出来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有办法，这就是为什么是我现在坐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谈条件，而不是别人。这个奥里斯呢，确实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一块肥肉，但是要想吃到它，拿到大股，还是要看行动啊。好，我懂你们的意思，就跟你们直说吧。只要费天南在这个季度的报表上签个字，奥里斯的财政就彻底逆向了，到时候。他还能回天吗？看来他还真是深思熟虑啊，辛苦了啊。不过呢，像这种激动人心的前景，我们可是听了不少。那最后是什么情况，还得看结果。是啊，看结果。老安，今天这几位老总呢，都是我们奥里斯的老客户，十几年了啊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奥里斯的今天。得好好款待他们。我说费董今天颇费请我们吃饭呢，
说明还是把咱们哥们儿当做好朋友。啊，啊，你说不然会让那么漂亮的秘书陪我们三个老头吃饭呢？乔安，珍藏，珍藏啊！我们费董交代过了。您几位一定要吃好喝好，这才算我工作做好，不然费董要扣我工资了。老费敢扣你工资，别跟他干了啊！到我公司来当董秘，我给你双倍薪水。你是怎么这要抢人是吧？啊！我们费董对我特别好，我可舍不得离开奥里斯，就算您说双薪，也不行。听到没有？双薪也不缺。乔安呐，可是奥里斯的镇宅之宝啊，这人聪明又漂亮，想从我这里给他给抢走，那可难了。他们给你双薪是不是？啊，我给你双薪的双薪 ，double 的 double。好。乔安呐，我说你可真是得到你们老板真传了。你看你那么年轻，就当了双薪董秘。想当年你们老板跟那个林天海做双薪董秘的时候，40多了吧？费董也做过董秘啊。当时在奥里斯人尽皆知，费董可是一专多能的奇才，做董秘多浪费啊。能做上来那就是本事啊。当年那费董可是轰动一时的传媒行业的传奇人物啊。今天你跟了他，我看早晚你也会传奇。我可没那么大野心，我的工作就是要让费董的传奇继续延续下去，因为费董就是我的偶像。哦，像，会聊天啊，真会聊天。费董教的好。哎，其实也不是什么传奇，只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你们几个也不是不知道，那时候我跟着林天海啊，几乎把命都搭上了。奥里斯呢，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啊，资金短缺，啊，是步步维艰。林天海他想先跟那个银行贷款，但是固定资产不够。那我们几个人一听到呢，二话不说，就把我们的房产证拿出来让他去抵押。钱是凑够了。还得陪人吃饭喝酒啊！林天海他酒量不行，那谁来帮他喝？我喝，啊！我每天就是陪着他喝酒吃饭，喝了吐，吐了喝，喝了吐，吐了喝。这有几次啊，折腾一晚上断片了，睡在这个大堂里面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哎呦，我才知道人家前一天晚上。一个一个把那些重要人给送回家去，哪有时间管到我？我到最后呢，确实，他是给了我双薪啊，但他的这些工资啊，他没有白瞎呀。他恨不得从我身上3倍5倍的榨出这利用价值，你说这谁受得了？哎呀，那有的真本事才能取而代之啊，费董啊，你还真不容易呢。啊，不容易，是不是？费董啊，来，你总算熬过来了，该好好的享受享受呢。来，享受。我话说，但是我也不是傻子，他这么对我呢，我也必须要让下面人知道啊，哎，让他们也尝尝滋味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是公司的政策，老板的命令。所以每当林天海下达通知的时候，我都要求他们翻倍的去做，努力的去做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出成倍的设计方案是常有的事儿。那一下子在业界就传开了，口碑好啊，业绩也好，这钱也赚到了。钱是赚到了，可是全部扣在财务手里啊。那林天海到最后被架空了，他都不知道。林天海的个性就是独断。专横，他今天垮了，我就送他两个字儿，活该。我知道他相信我啊，但是你说对一个人信任，你也不可能把公司所有的秘密都交给我吧？我对他的那个办法就是等等，
秘书，嗯，给你们老板倒酒啊，快倒酒，快倒酒，下边最精彩的时候就要到了，倒酒，倒酒。当时林家海身边有一个女人，长得不是个头身材，跟乔安都很像，包括这个脸蛋儿都像啊。我想他林天海啊，打死他都想不到我能通过他女人那儿，然后直刺他的心。好，哎呀，刘华，来，来，魏总，小秋 ，goodbye。不是结局，你没有资格告诉我什么是人生的结局。我谢小秋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给了你王沥川我所有的爱，在爱情面前，我比你富有。遇见王沥川，乐视视频正在热播。谁比谁更漂亮？谁比谁更有女王气场？胆小鬼才装在昂贵的衣裳，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，没有他一样闪亮。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，在黑夜里当夜寻找光芒，就算失望闹也不会绝望，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闯。开始 Say come on， 我踩着高跟鞋小鬼才装在昂贵的衣裳，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，没有他一样闪亮。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，在黑夜里当夜寻找光芒，就算失望闹也不会绝望，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闯。开始 Say come on， 我踩着高跟鞋Prove me wrong.